一年要调整一次啊？就差几秒而已啊。啊，电子表不是也一样？电子表它会自动那个啊，校正啊。没有，我说这种啊，这种没有就自动校正。它没办法自动校正。有啊，有高级的是 GPS 自动校正，但这个便宜的就没有啊。哦，便宜的没有啊。我说高级的电子表没有啊，你可以买更便宜的就有啊。可是你要一直连手机才会啊。对啊。好，你带着。